现在的天降我们是能杀100关，18门派的话是能杀88关，我们天降要突破140。老王五开光环队，杀四星归墟，暴力输出，体验感拉满。少爷到3点了，下班。我必须，兄弟们，这他妈不得体验一下这只宝宝的威力吗？兄弟们啊，这宝宝必须得体验一下。等我一下，我去五开去。五开的话，月月开4个号，我开1个号吧，要不？哎，我那天激战是不是自己五开的时候灭队了？其实能杀四星就能杀五星，能杀五星就能杀六星，拿四星兄弟们就当六星看。那个耐弓的，然后无底洞带镜台，花果山带耐弓，狮驼岭带那个广木啊，不对，力量巡手叫啥玩意儿的那个，拿伞的那个带那个巡手。哎，先天五开，突然2开，还有点不适应呢啊。月月第一回合玉清，进入战斗听我操作，听我指挥完以后再操作，好吧啊。我们这回合宝宝触发的技能是超级夜战啊，月月第一回合玉清，花果山直接飞机，狮驼岭直接飞机啊，然后所有的宝宝都集中在这个黄沙巨魔这点啊。宝宝的话 A 着他点啊，其实宝宝 A 着他点得随机了，我操，有个宝宝我带错了啊。一路天阵开到底啊！我求求你们出助手打打我的宝宝，想看看换了一波耐弓的威力，封印你，我求你千万得封个准，要不然我就白玉清了。OK。打了咱们的宝宝啊，还剩2200血。有否定信仰的加不上金刚无法，咱队伍也他妈没有花肉刺，加不上就加不上啊！怎么宝宝飞了呢？你怎么没玉星啊？我靠！你怎么没飞机啊？合着我一个人在这说了他妈2-3分钟，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。行了啊，无所谓了。下回合就不遇了，下回合就水。OK， 夜战能看血。OK， 狮驼岭第一回合飞机，第二回合应该出狂怒的。啊，这回合对着狮驼岭来啊，无底洞这回合撸一管的血，然后花果山直接开飞，开始 A 狮驼。无底洞的水星能为大唐官府附加10%的伤害，对面的飞机先来。都换成耐弓以后非常的抗揍。花果山要嘎了，水星大唐加10%的攻击力，献丑了。干资源联系谁？今天干资源联系不了了啊，所以明天中午。来看水星啊，不对，他点水星的没加10%，他点的是玉星70点分数的那个经脉啊，所以这个飞机看起来有点平淡。为什么这么能暴击？这就是队伍里为什么有花果山啊？光环队本来2回合能结束，月月你2回合害我没结束，留了一个怪。哎呀我去，打镜台上，镜台死一把才好呢，寿命镜台神佑感觉可爽了，血赚。月月这回合一定要听我的。OK。狮驼岭开飞，无底洞魔兽之印，花果山有当单头五行车，没当的话直接飞机啊。狮驼岭第二回合出孩子，因为五行车可能会秒死人，到时候可以拉人，第一回合不管是啥直接开飞啊。要是套路过不怎么花钱，咱们也不想要太多的这个套路。你这能杀？现在能杀88，88离120也不是很远了吧？直接就是3架飞机、4架飞机飞出去，对吧？然后宝宝都是那种扛揍的。花果山别看飞得低，那是因为他没有荡魔，他这回合就有荡魔了，没点荡魔经脉啊。还有1架飞机 ，OK， 这架飞机就是开始收割了。1个怪没死，2个怪没死，3个怪没死，4个怪没死，1个也没死。接下来的5只宝宝随机收割啊，1只没死，2-3只出合击，
是东岭下为何出是东岭下为何出孩子？请问主播，这是难度最高的任务吗？难度不算最高，但是比较高。举个例子啊，顾商在里面秒击白血，然后归墟对法系来讲也很不友好啊。只要扛住这两架飞机，就结束了。花果山不太好扛，但是他扛住了。换完这波宝宝以后，舒服太多了。来，花果山刮痧。花果山，我这回合的操作指令呢，命令的是加血，他没加。我要不要原谅他？我的问题没有压秒操作。下回合孩子怒吼，狮驼岭连环击魔王战，然后无底洞对着大唐加血，花果山有当则当，没当则杀为铁棒啊。对着大唐加血，大唐要扫了。希望这回合没有结束。还好没听我指挥，还好他没对大唐啊扣了个一，问题不大，差点拉逼胯。我大唐正常来讲是要扫出去的，这回合没结束，下回合怒嚎的宝宝拉怒嚎的宝宝拉林波城，其他人正常输出。这回合不用我指挥吧？无底洞你该加血，你应该懂吧？哎，好像不一定能保得住队长。月月你看着来，我们的目标是保住队长。其实他应该，你应该保个贴花果呀，自己啥抗性不知道吗？拉血的一点血你贴你妹呀。这不完犊子了吗？啊！花果山的操作，你连个基本的防御都没有啊！怪不得你在鱼岛玩了这么多年，都没请你去打服战。等会儿你的号清欢欢啊，我的号清右边这个莹莹。好，咱们的目标是清掉三个耗子，这回合。无底洞想办法罗了，这把刚才如果是开玩笑的话，这波很关键啊，这波一定要干死一个莹莹啊。大唐出手了啊，俩狮驼岭飞机开出来，无底洞马上能罗了。现在杀这个龟墟的话，唯一的难度就在于我和月月的理念稍微有点不合啊。不是让我预星吗？他妈那是第一回合的指令，现在他妈五个耗子肯定等罗呀。行吧，遇就遇吧啊，我不怪你。这回合遇的漂亮，这回合你还好遇清了，差点风中仨呀啊。段月世家横扫，大唐官府的血够不够50%？够了啊！哼，说实话，这怪也是惨啊，很少能看到这个四星的龟墟，两个狮驼岭同时死、啊。下回合咱们火力不足，点死一个大唐就行了。下回合一起杀光光。我好像把宝强拉了。哎，我好像拉人的技能用的是先例是吧？兄弟们，你是不是得承认我的意识是对的？他那个先例设计的 logo 啊，太像了。有点亏了。啊，狮驼岭可以这回合出逆境，然后其他的单位用来打。啊，
问题不大，没有问题。OK， 随便操作吧。哎，无底洞用啥加了3700血啊？来，收获啊、游戏币获得到了，我看一下，4场战斗差不多游戏币80多万啊，总共100，还差40多万回本。一个兽爵是隐身，另外一个兽爵，兄弟们赚了吧？现金80，加上一个土息算55，隐身算25，赚了25万啊。